本地一哥何泽尧和马坛新星周俊乐，虽然出道年份有距离，但是两个人的星尾都不相伯仲。何泽尧经验丰富和有金枪六十的效应，至于周俊乐有师傅伟达支持，兼且可以减五磅出赛。上季两个人争夺告东尼奖非常激烈，最终何泽尧以61-58胜出。星期日是今季的开锣日，何泽尧和周俊乐都有恶马在手，整翻条 Win 二输三过关，随时有惊喜。何泽尧跨下第四场梦想成金，曾经跨季连赢六场，可惜上季中开始成绩徘徊不前，最终四战啊只系攞到一席第三。罗富全索性啊，四月之后咧已经提早投鼠啦。梦想成金复课备战认真，施丽泽轻松追入第三，表现非常之好。后面咧有梦想成金，梦想成金同程有四胜嘅纪录，有机会先升夺银捧特首杯。伟达马房旗下第五场扬名冠爵，嚟咗香港两季出赛11场，唯一嘅亚军赛事就系上季田嫂1200米，当日鞍上人系周俊乐，直路啊袁爱兰望空冲刺，末段力逼合金之星，最终啊仅仅以颈位之微屈居第二。扬名冠爵就跑第二，扬名冠爵投鼠之后积极操练，8月28日配黄宝利试草集，虽然小师妹的经验咧唔系几够，但呢只马袁爱兰狂冲跑第四，表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星期日呢只马就会出战5班1200米，有机会在周俊乐胯下攞到佢喺香港的第一鞭。快益前上紧嚟，外练咗自然力量，最出系威力飞前，接近终点。